今天这一期节目是我们新相亲大会第三季的最后一期。我们这一季节目和以往比起来，我们新设置了一个环节，叫君乐宝奶粉亲家宣言。我作为节目的主持人，也有一份特殊的宣言，也算亲家宣言吧。新相亲大会第三季今天就要收官了，前面的11期节目共牵手成功30对男女嘉宾，牵手成功率达到90.9%。太甜了，太甜了，季姐回来，季姐回来。在这一季节目里有浪漫的相遇。我上一次没有走，可能是因为我要在这里遇到你。哦，我想带你去民政局。我害怕，就这样错过了你。谢谢一个爱字放在心里。哇。有意外的反转，我觉得这位女嘉宾的话，我得为自己考虑一下。这什么情况？商量之后，她愿意把这个机会给我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还带换的？对啊。更有满满的感动和甜蜜幸福的牵手。你是那条美人鱼的话，我愿意做那个在岸上每天等你的那个渔夫。我觉得情话都是学来的，但是我喜欢你是真的。请你嫁给我好吗？请你嫁给我好吗？感谢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喜爱。突发的疫情曾让我们短暂的分别，我们以爱之名携春归来。在这里我要宣布一下，我们的第四季无缝对接，三季播完，立刻就是开始我们的第四季节目。